起，佛法之旅，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Hello。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地藏菩萨为我们末法众生超时空的在佛陀面前请教末法时代要值遇要发生的事情，请问佛陀如何面对？这个世间最应当最殊胜要恭敬的就是法宝，还有最要恭敬的僧宝，我们的经典皆来于僧宝。如果你轻慢僧宝，则为轻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佛陀追加一句，就是你轻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罪过，也不及轻慢僧宝的罪过。法界一切，如母有情。法界一切，请问法界大不大？